一百五。哦，好。找你呀，满心找你哦。好，谢谢。高雄市埔内区属于中型的大湖夜市，临近鹿竹交流道、奇美博物馆，附近则有嘉南药理大学、东方设计大学及树人医护管理专科学校。人潮虽然不能与市区瑞丰夜市相比，但麻雀虽小，吃喝玩乐通通都有，其中还是有几家摊位生意大排长龙，消费时可能需要耐心等候。逛夜市的人之中，有在地人之外，还有好多大学生和新住民。在这里是有免费专用停车场，让开车来的朋友真的非常方便。如果从市区开车过来，逛夜市也不会太远，逛起来也算是舒服，不像之前我在台南拍摄大东夜市，虽然生意非常好，人潮多到没有逛夜市的那种感觉，只有人挤人。更特别的是，大东夜市又分两边经营，真的印证了亲兄弟明算账，各自经营。目前大福夜市还是有一些摊商没有出来摆摊，较里面的位置还是有很多空着的摊位，虽然看起来摊位不多，但美食几乎重复性很少，让逛夜市邻近居民和朋友们有更多口味可以选择。
谢谢您。Thank you.
小姐。好啊。我是冲动，没有在线的。如果你没有在线的，我就打人家的话，就很多。单车导游。喂，
那蛤蟆吗？也不会，你搞的那个。Hello， 想要找什么？